很像一个阴谋者，他在往外走，潜伏着。嗯。一点险些中断，应该是前场球。哎！哇、哦、天哪！双飞燕！我天哪！这奇景啊，这是太奇景了，太少见了。这要是能够剪出一段视频、绝对美妙，太有意思了，太反讽。因为什么呢？他是一个什么？就是主裁判的不作为。对对对，嗯。这个镜头太有意思了，太经典。走。